知道为啥叫你来吗？因为我是城管，城管里也是好人多，我咋偏叫你呢？因为我工作特别出色，哪儿出色啊？工作卖力，谁不听话我就脱光膀子上去跟他们干。这就是你的工作思路啊。不是全部的，我是先没收，他要是不服我就掀摊子，谁敢拦着我就揍谁。你总这样，没挨过打呀你？赶上我们人多的时候我才这样，基本是胜多负少，万一打不过我就报警，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总之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，干城管大材小用啊！你应该去收复失地啊！我就收拾小伤风还可以，见大场面的话容易吓尿。术业有专攻，你工作经验这么丰富，至少应该是局长了吧？副主任科员享受副科级待遇，职位不高啊，和你的这个累累战功不符啊也。同事都说我工作有激情，有能力，就缺一样，所以才上不去。缺什么呀你？他们说我缺德，那你咋不改呢？我也想改，但是我不知道德是啥。你查查字典。我没字典。你没读过书啊你？读过《潘金莲大战西门林》英文版的。啊，你还认识字儿呢？不认识字儿，我就看看插图。怪不得你这么有气质呢，长得还有点像警犬卡尔呢。自信，自然出色。帽子不错呀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狗戴帽子呢。穿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呀，真很难想象你这么乖巧，穿上工作服上街执勤是个什么样啊！一切皆有可能。你站了这么半天，咋一动不动呢？让运动与众不同。我很仰慕你啊。我就是个传奇。岂止是传奇啊，你简直就是个坐骑呀！像你这么学富五车、思想深刻、穿衣打扮彰显约旦河西岸禽兽风范，怎么可能喜欢使用暴力呢？其实我也不想暴力执法，你不知道那些小商贩多难整。难整，一句难整，我们就得同情你了。你掀了摊子，打了人，还委屈，难整你就这么往死里整啊？难整是借口吗？一跟你说文明执法，你就跟我说难整，不难整那是人出钱让你们整，我们自己商量着整行不行？个别商贩素质太低，必须鼓励解决。如果可以随便使用暴力的话，要你干啥呀？放几条狗上街行不行啊？狗不行，没受过专业训练。什么专业训练呢？城管会武术，谁也拦不住。城管耍流氓，比谁都强。都有血有肉的，下得去手吗？没有恻隐之心呢？我爹把我惹急了，我就踢他两脚。我操，大义灭亲呢你！拳打南海敬老院，脚踢北海幼儿园，江湖人称横扫一切老弱病残多面手，狼心狗肺鬼见愁的就是你吧？这些都是虚名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市容比以前整洁多了。看着干净了，实际上是更脏了。这么说你理解吧？干净就是干净了，咋还更脏了呢？因为你的工作，所以更脏了。不懂。城管形象这么差，就是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。臭鱼的行为让同行难堪，让整个城市难堪。听懂了吗？听懂。听懂了以后怎么办？我尽量改。长这么大，除了尿炕你改了，你还改什么了？尿炕真没改，不过这个真可以改。你的工作对象是和你一样平等的人，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他们东躲西藏做点小生意，为了孝敬父母照顾孩子，能开得起见面也不受你们这回罪。他们也是间接纳税人，你的工资里也有他们的贡献，那是你的衣食父母，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爹亲妈。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他们呢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业绩？赢得尊重比获得工作业绩更重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是人，不是畜生。这是咱俩第二次合作了，非常感谢孩子，你给我机会，你还是有点卖萌。和我的自身条件有关，我会尽量让自己适应各种角色，而且还有点紧张。不过我感觉比第一次要好一些，肢体语言也不够丰富。我是想把这个角色展现的后现代一点，再透着点黑色幽默，语言还略带夸张。我已经尽量在把握人，连衣服都没换，剧组没给你买服装吗？咱们也没剧组啊。你他妈的抢我戏了，知道不？